我的丈夫，我天天缠着你，带我巡游你的领地，你不会烦我吧？公主对我楚国山川树木充满亲近之情，我是肺腑皆热，周身愉快的。我要陪公主把楚国的疆域都看遍，公主就会更加喜爱我们的楚国了。啊、哦，那今天丈夫想带我去一个什么好去处啊？这是个秘密。丈夫是想让我大吃一惊哦。这。嗯，公主，你看，不知丈夫驾到，听说奴才又是远迎之罪。你不知道何罪之有？我陪公主到这里随意看看。请请。这可是大唐来的文臣公主。老人家，这是谁？楚国话说得这么好，如果再穿上一身楚国装，那就是天神下凡了呀。你看，这里可是个神奇的地方。是啊，不过呢，臣妾早就来过了。你来过？嗯，这座宫殿叫做芙蓉冈。哦，还有呢？当年，赞普派年轻有为的昆明桑布扎大臣到天竺去学习文字。回到吐蕃以后，就创立了自己的吐蕃文，永远结束了结绳记事的过去。而英明的赞普呢，为了推广这种吐蕃文，就在这里呢关闭宫门，隔绝打扰，专心学习。几个月后出来，就亲手书写了吐蕃的第一道文字，刻于石壁之上，昭告天下。嗯，臣妾说的可有谬误之处，我的赞普？好一个聪明的公主，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嗯，这个呢，也是个秘密。公主想必也知道，我在十三岁的时候，父王就被那些闹分裂的叛臣用药毒死，各地相继叛乱，狼烟四起，我楚国处于极端紧要的形势中。就是在那时，我继承了赞普之位，在忠于千夫的大臣们的辅佐下，我诛杀了谋害父王的贼臣，指挥大军平息了叛乱，然后从雅龙迁都罗杰，巩固了王统，才逐渐有了今天的局面。这一切，陆东在大学在路上都告诉了我。赞普少年时期不平凡的经历，任文成深深敬仰。这么多年来，我向往繁荣昌盛的中原大唐，渴望效仿大唐的治国方略，以振兴吐蕃。今天我终于娶到了公主，也就是等于得到了大唐啊！我的愿望就要实现了，我将让吐蕃如雄鹰一样展翅飞翔。那赞普喜欢我，主要是因为喜欢大唐。是。我要让人尽快发起出公主为我带来的农书、医书、礼仪法典之书，让大唐的工匠向吐蕃百姓传授先进的建筑艺术和耕作方法。我的梦想是让吐蕃在吐蕃人手中早日变成咸玉高原一颗真正闪光的明珠。赵文成，在赞普的心目当中只是一粒无足轻重的小沙石了。
今天我才知道，赞普喜欢的不是文成，赞普你想的只是大唐，所以他跟我一理相待。不，公主误会了。我没有误会，赞普一说起大唐来就两眼放光，一说起文成我就高兴百倍。公主，公主，楚国四下安定，百业初具，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荒凉。可不是吗？起先小人也以为这里吃生肉喝生血，结果满不是那么回事儿。苏味茶很好喝，三八二我也会吃。只是我们唐人的脾气不如楚国人，冬天住帐篷可能会叫苦。是啊，你们要是在罗西盖起宫殿来，那不就能攻巧匠，才显出你们的手艺了。是啊，我们就是要为公主和赞普盖一座大宫殿。嗯，好啊。主家呢？他怎么没在？主家让公主要去了，说是当公主的管家。赞普和公主天天在一起玩吗？是啊，要说赞普对待我们公主真不错，天天呢都跟我们公主在一起。哎，张大人，我听说您和柳夫人要回唐了。是，大家安顿下来，我也该回去复命。知道你在干什么？做法事，可能是有人害了温病，要驱除他身上的魔煞，也可能是祈求天神降福，赐给这个部落牲畜兴旺。一边祈求天降牲畜，一边又大量宰杀，这不是十分乖谬吗？本教的祭祀历来如此，杀的越多，道法越灵。有时最大的法事下来，一次就宰杀绵羊一千，梅花鹿一百，甚至还要杀活人小孩祭祀。阿弥陀佛，我佛慈悲。赞普，你难道不能让他们用文明一点的方法来代替这种祭祀吗？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百姓和奴隶们艰难困苦养大的牲畜，就这样一刀下去，抹得精光。我吐蕃何日才能复辟大唐？何日才能家业兴旺？公主，所以我才说，你去大唐，我热爱你，身为公主，却不能用大唐的礼仪思想给我以辅助，就像现在这样。君主是没有私事的，君主的私事都是百姓生死的大事，君主的婚姻也是为百姓为王品的婚姻。公主，你能理解我吗？啊，公主，我会答对你明白。从我继承王位以来，
吐蕃的振兴和统一，就像两座大山一样压在我的肩膀上。大臣们给了我这个天上干部，表示深沉坚毅的称号，可我外表忠诚，内心却实实在在。我怕辜负了我的大臣，辜负了我的百姓，我害怕。十多年来，我心里只敢装着我的吐蕃，装着我的百姓，我儿子也好，儿女子孙也好，我都不敢沉湎其中。我是吐蕃的干部，可我也有很孤独的时候。这么多年就这样过来了。然而自从到白海第一次见到公主，我的心里就像白海一样掀起波涛。却原来我一进下岗的牧民的娃子并不痒痒。我渴望得到女人，特别是有情有趣，这个男人也让我疼惜的真女人。你不是在哄我吗？我是苦中干苦事。文婷，请让我不要跟文婷一般见识。你何错之有？你没有错，我们都没有错。大会已过去如此之久，赞普还站在公主的堂庭下面。过去赞普与赤尊公主哪有过这样的事情啊？你们说说看。这不是很好吗？唐伯和亲效法大唐，振兴吐蕃嘛。呸！什么会给吐蕃带来吉祥？现在好了，公主像蛇一样缠着赞普，赞普三天两头都不上头了。哎，不，我深知赞普本来就是绝育包圆的天可汗，干嘛要围着大唐女人的裙子转？赞普应该用牦牛的尾巴做成鞭子，每天抽公主一百下，而不是让公主人抽着他转。在下不敢苟同河南阿占大臣的话，想我神圣赞普自统一吐蕃以来，日夜操劳，才有如今吐蕃繁荣昌盛。赞普新婚大唐公主，趁机稍事休息，我等做臣子的理应举手祈福才是。怎么能出口不逊，恶言攻击呢？入都的大家到，快讲。各位大臣，今天的朝会取消了，赞普明日上午。为什么取消啊？大家，为什么？可大臣们足足等了一个上午了。是啊，也就是。各位大臣们知道，文屯公主初到罗街，赞普为了让公主了解吐蕃，珍爱吐蕃，带公主参观了赞普毕恭学习文字的古龙冈。昨日又游历了赞普的出生地加马明九营，也是过于劳累，想必各位大臣们都能够理解吧。即使改在明天上午，也早该派人布达。我们也不是草原上闲逛的野驴啊。峨眉勒赞大臣，请原谅，这是我的疏忽啊。小臣岂敢怪罪大家，都是赞普金为燕儿太劳累了吧。峨眉勒赞大臣怎么能够口出秽言？公主是大唐的贵人，万里远嫁到我吐蕃，即使赞普和公主多多亲热，耽误了一些时辰，那么也是天经地义。臣子何来此意之嘴的资格？
就是啊，臣服义军，赞普陪公主参观我祖国，也是礼在其中。白云南也不能误了正事。你们刚才也有不满，现在却点头发用，此乃小人之见，那我祖国江山王土当而今，哼！见着赞普了吗？唐人说：“民族难过美人关”，这话是有道理的。赞普不是一般的男人，何以会屈服于美人关前？大人别操那么多心，一天到晚够累的。不是，我得找文成公主谈。哎，这是赞普与公主之间的私事，猫头鹰管的是黑夜的林子，白天一到就嚷了一狮子来，你不能管得太快。你们听到那些大臣们的议论，长此下去会失德失明的。我想这肯定不是赞普的本意，赞普为了取悦公主不得已才这么做的。这话你怎么好与公主说？你又不是公主的阿爸。鲁东山，身受赞普大恩，又说大唐皇上我李道宗、李大人的谆谆之主，我岂能信口而过？那你说话一定要婉转柔和，可别伤了公主的心了。啊！是，是我亲眼看见的。我喝完酒回家，看见大象骑马往公主的大帐去了。这个是赞普在里面，鲁东在，具体商量什么事？没有啊。衣服，你想，哪有人家男女睡觉的时候钻人家帐篷的吐蕃人呢？衣服，妇奴才不公，是狗尾巴，上面就有跳蚤；是牛尾巴，后面一定跟着苍蝇。趁人男人不在，钻人家帐篷，衣服，那一定他想要人家那个。你别与我过不去，要是除掉他，把他手里的兵权拿到我手里，那才对。如果能抓住鲁东赞，完成公主高大的把柄，何须我们救你？赞普，亲自砍掉这条骚狗的脑袋。对呀，义父，你放心，儿子一定努力，让所有的吐蕃人都知道。公主和大象合伙把赞普当公猴子耍，不只是现在，就在迎亲路上，鲁东赞与文成公主就在勾搭。义父高见呐！义父高见。不过现在还不能打草惊蛇，先让公狗与母狗纠缠的越紧越好。嗯，奴才明白。文成，和别的女人就是不一样。我不是男人手里的折扇，天热的时候转起来就拿在手里面爱不释手，等到天凉了
扔在旮旯里面连正眼都不瞧一下。不爱文成的男人，文成也绝对不爱他。好，公主说得好啊。是啊，赞普是应该丢掉一切政务，杜绝朝会，不理军国大事，不问百姓疾苦啊。偏偏留在公主的大帐里，不如此不足以表明赞普热爱公主的耿耿担心，不如此不足以显出公主高贵尊荣的地位啊。嗯，大叔，你不是要取消文成吗？其实我只要赞普能够像现在这样有空的时候经常陪我出来走走看看，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可你是否知道，赞普为了善待公主，一些臣民已经有了非议啊。那是嫉妒，是有小人在作祟。不，包括对于赞普最为忠诚的俄维勒赞大臣，也包括我。我说你，有些人说赞普是丢掉了吐蕃，丢掉了社稷江山，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可是我说的有道理啊，赞普如果真的百事不理，疏于朝政，吐蕃最终会丢掉，赞普的脑袋也会丢掉，到那个时候我只有繁荣昌盛，赞普的王统牢固久长，公主与赞普的儿女之情才会久长。君王无私事，舍此之外都不是旁策呀。我明白大叔的意思，从今天开始我不会让赞普再来陪我。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要有所节制。不，是大叔你提醒了我。文成虽然认为和赞普的姻缘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可文成也绝非目光短浅的女人，我不能让赞普为了我而丢掉了吐蕃的江山啊。这是文成我的失德，是我玷污了赞普像太阳一般的光明。好，三伯真是好功夫啊。哎呀，骑射之术乃我雕虫小技。哎，如今我最想骑射的还是大象嘴里说的大螃。哎，大象再想一想，上次赞普让微臣讲了大唐向各地派驻官员设置情况，今天微臣再向赞普讲述一下大唐长安的国子监。国子监啊，就是大唐的最高学府，把年轻世子集中于此，集学诗书百工、法典制度，为将才设计培养后续官员的地方。哦，这可是个好地方啊。赞普，公主这么早赶来，定是有什么急事情吧？其实也没什么急事，就是纯粹昨天一直没有睡好。昨晚少奶奶找我商议他们归唐的事，议论的晚了，所以就没有去公主的大帐，也怪我粗心，没有派人给公主打个招呼。赞普误会了，纯粹不是这个意思，纯粹昨晚没睡好，有许多话想跟赞普说。啊，这个是少奶奶他们要走了，是公主伤感，
是、也不是。公主，这几天臣妾想了很多。那天在芙蓉冈的事，真是臣妾错。公主，旧话不要重提了。不，丈夫让我把话说完。那天在芙蓉冈上，臣妾责怪丈夫，心里只有大唐和吐蕃，唯独没有文成。丈夫当真了，所以天天守着臣妾。我真的很感动。可是，这样一来，却耽误了丈夫处理朝政，日理万机。是丈夫在臣民们面前拜我受过，臣妾觉得好像有芒刺戳在我的背上一样难受。丈夫，臣妾真的误解你，是文成不好，随便丈夫怎样处罚，臣妾都愿意接受。公主，我只想求丈夫再陪文成办理一件小事，就不再麻烦丈夫相陪了。有何事，请公主告诉我。臣妾还没有正式拜见丈夫的阿妈、孟志江姐姐、志斌姐姐和赞母小哥。我们唐人有句俗话，叫做“丑媳妇早晚见公婆”。好。我马上就要收一个安排。明天你穿上最漂亮的衣服。只是只要我有空，我还是要多的与你在一起，不管你愿不愿意。可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真的有点想不到。暂时是为官爷下去，请赤峰公主明天到阿妈那里去。去阿妈那里干什么？暂时是为官说了，大唐公主明天要来参拜范普的阿妈，参拜孟赤江姐姐和赤金姐姐。听说她还带来了大唐的礼物，我看你这么就有趣。如今来了个文鹏，哼，好，我去，看我怎么好好招待他。公主，请暂步，暂时等上一刻，请不忙进去。哎，我都不能进去了吗？奴婢不敢欺瞒暂步，是公主吩咐的。这倒怪，我偏要进去看一下。赞普让臣妾穿上最漂亮的服装，我这件衣服好看吗？这是哪位仆人家的小姐啊？赞普又取笑臣妾了。来，走两步看。好，你就是吐蕃最漂亮的姑娘。马小孩，你快去换件衣服，穿成我这个样子。我，穿这个？哎呦，不行不行，我穿的还不跟牧民的新衣服一样了吧？哎，拉，你帮我看看，我这身衣服还缺什么？嗯，把这个带上就更齐全了。
好好，哎，对了，拉姆，那你就帮我收着这个。媳妇文成，拜见母后，祝母后您老人家贵体金安，千岁千岁千千岁。这是什么道理？看把我儿腰杆折了。这是媳妇从大唐带给阿妈的一点薄礼，这是一盒有八十年生龄的高丽人参，常吃可以以内养外，补血益气，神清目明，请阿妈再拿。来了来了，去了去了，请坐。妹妹文成拜见姐姐孟氏庄王妃，这些是妹妹送给姐姐的大珊瑚和海底珍珠，它们来自大唐东方的蓝色大海。祝愿姐姐像珊瑚和珍珠一样珍殊高贵，光彩熠熠，辉照雪域。请劳烦文成妹妹想为你致谢。这尊姐姐贵体和祥，妹妹听说姐姐和文成一样皈依三宝，笃信我佛，所以文成特意请来一尊观音大士宝像，还有两匹大唐带来的江南金枝锦绣，望姐姐不嫌妹妹粗疏。谢谢。赞母小姑，姐姐也不知你喜欢什么。你看这一套呢，是倩君香玉宝石拼装的化妆匣子，送给妹妹。愿我妹妹像雪山之巅的雪莲花一样，永远永远年轻漂亮。谢谢姐姐。姐姐，你怎么那么漂亮啊？是化妆画出来的吗？蛤蟆再打扮也是蛤蟆，天鹅不打扮也是天鹅。文成妹妹天生丽质，在我这点你也不知道吧？妹妹，其实呢，你长得很漂亮。让我看呢，你应该稍微把眼粉用暗一点，这样可以突出神采。到那个时候啊，我妹妹就会是一个仙女下凡，那草原上的姑娘都会羡慕的发疯的。你这样一讲我就懂了。那你不怕我一漂亮就把你顶出去了？我们唐人呢有一句话叫做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这个世界上如果只有一朵花，那寂寞又会让它枯萎死去。你那天在广场吃瓶子，我激动的想哭。我喜欢你，我原先也问过赤丘公主怎么化妆，她一点也不给我讲，还说模样是佛祖心形定的，我特别喜欢她。谢谢姐姐，姐姐常到我这里玩。
以为来了只花雀子叽叽喳喳的。信得你，连活都不会干了。只小鸟在树林里聚会，哪有麻雀叽喳的位置？天神来了，龙神去了。文成妹妹远道而来，赢得了神圣大普的心。好久好久的时间，占卜都未到纯粹的帐篷来了，忘了赤尊倒在情理之中，忘了孟思江姐姐可就不该了。请占卜原谅臣妾不会甜言蜜语，不像那些会说话的，句句都说到人的心坎上，不会就不说吧。今天是我当值客司，我想请文成妹妹尝点好东西，全表我这个当姐姐的一份心意。这个放到文成妹妹那边去。是。敢问姐姐，这是什么美味啊？这个呀，是从刚刚宰杀的牦牛肚里取出来的鲜牛心。神圣的占卜说过，吃了鲜牛心，牛的坚韧和力量就会附在你的身上，你就会具有吐蕃人的勇气。不吃，那你就是吐蕃人人都看不起的懦夫。这个，文成公主刚来，我想再等一段时间。臣妾刚到的时候，不是也去了吗？我吃。公主，不，你也要看臣妾，不能让臣妾心感不忍。你为什么不当场拒绝？你为何对赤尊公主如此害怕？臣妾不会对赤尊姐姐生气。我们都是丈夫的后宫，臣妾只不愿意给丈夫添乱。公主，请等要走了，以后千隔万里，臣等再不能为公主尽力。你在这里要好好善待自己。上官，请放心，文成
已经是吐蕃的王妃，吐蕃的百姓都是我的亲人。还是圣大人，一路之上要多加小心，别问天挂地。公主，文婷就是吐蕃的王妃，说话办事就要为吐蕃殚精竭虑。啊，单大人即将返回长安，就可利用这个机会，请大人转禀我对父皇的些许请求。公主，陛下臣不用这么兴奋，只要公主一句话，单才愿意。单大人，就听不到。我已经想对了，到时范普也会向上大人正式提出的。是何事如此郑重？请上大人回长安时替我吐蕃带去一批聪明有志的青年到长安的国子监去学习。公主放心，我一定办到。还有吗？另外，请父皇选派一批精通汉家文化的学士到吐蕃来，和吐蕃的学士一起翻译汉地文史经典，还有法律礼制，作为吐蕃制定治国方略的参考。这样，我吐蕃效法大唐的事宜就可以逐步开展了。还有吗？不行。公主，除了被范婆的大动着想，就不为自己的亲生父母带上一句话？请大人，请你转告母亲，就是女儿很好，女儿不是吐蕃的。Thank you.
我想就留下你吧。其实是让你想尽一切办法拿到。如果您是有第三等，那嫂子就是最下等的。